我没有分，是零分。那要丢到绿色才有哦。我有，我打到边边一点点耶。耶，我赢了。可是你的球没有接到，还是零分。我还没有哦，看谁要有力气才可以打到那个绿色。怎么在打屁股啊？我下来了。哦，小心。一要丢球，要看下面有没有人哦。好，有人丢到绿色的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那怎么办？大家都还是零分，看谁拿到十分就赢了。嘿。打到了。打到一分了吗？哇，啊，那个球怎么丢到上面去啦？我刚才打到一分了。哇，一分了耶！我差一点。好，你看哦，我要打到了哦。好。嘿，耶！哇，怎么打到你啦？那个太高了，我们给它用低一点好了。太高了。用在这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这个不是尿布哦。我知道，还没。还你要打他哦？我已经打了。好，有打到吗？耶，一分又打到你的头了。打到你的头了。这个歪歪的。好，给他用整齐哦。哦，哇！你也打到了，赶快要接住才有。对，要接住才有，没有接住就零分哦。哦，好，哇！又打到了，接住。Go go go！ 有接住吗？哦，你丢太高了啦。哇！又打到了，哈哈，哇，丢很准呢。嗯，你为什么都会打到呢？你也打到了耶！你们两个越来越厉害了，要参加。我打到了。要参加全国大赛，我有看到。哦，要参加全国大赛了。呜呜呜呜呜！哇哦哦，要接住哦。哦，像。丢到。丢到。哇啊啊啊！丢太大力了，所以都会跑去后面。你们两个都丢太大力了。你们两个今天太大力了，哇，被打倒了，被打扁了。谁帮忙把它用好？怎么把它打扁啊？要放上面一点，会掉下来。好了。好了哦。